憨憨 TV 奇异世界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憨憨 TV 的奇异世界，我是 Tommy。 相隔了七个月，十个闹鬼的 MV 终于要出第二部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也有很多人呢就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就说为什么一个香港人不讲广东话呢？我几时变成香港人了？那有些人就说啊，为什么华语的口音那么重啊，为什么你的普通话那么烂啊，等等的那些留言的。唉，那就好像英文一样，英文的话它有英国腔，有澳洲腔，也有美国腔，也有印度腔。那为什么你们能接受英文有地区新的口音呢？为什么华语不行呢？那我本身的话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香港人啊，我是马来西亚华人，我是客家人，在家我是讲客家话的。那我住在吉隆坡，那住在吉隆坡的人大部分都会广东话的。那我读书的时候其实是读华语和马来文的，所以我的华语是有掺插其他的口音在里面，例如好像是客家音啊，或者是有广东音在里面，是很正常的咯。那如果你们真的是听不惯我们的马来西亚华语的话，那记得看字幕哦。就好像你要求一个英国人要讲回美国腔，虽然经过训练的话他可以讲得到，但在短期内里面他是不可能讲到那么顺的咯，所以大家将就一下吧。好，那经过了上次的十大闹鬼的 MV 过后，那有很多网民就在影片下方留言，就说哎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类似有灵异事件的 MV。 好，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究竟它是不是真的有灵异事件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第十，江美琪月光下。在 MV 的1分40秒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到在江美琪和一个男人拥抱的时候，在他前面有出现一个黑影，大家请看看这一幕吧。是否还会想起我，是否还会想起我。大家看到吗？现在我试下放慢速度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刚好那时候的歌词就是说，你是否会想起我呢？他是否要某个人想起他呢？第九， EXO 妈妈。上一部 EXO 的那个咆哮也有入榜在这个十大闹鬼的 MV 里面。那有网民的话就是说，在官网上面已经有证实澄清过他是工作人员乙的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呢？如果有的话，麻烦大家留言给我知道的。那 EXO 的话还有另外一个 MV妈妈也是有出现过鬼声，在 MV 的4分17秒里面会有听到一个女生在说谢谢你。好，在韩文歌曲里面说中文，大家请听听这一幕吧。那我试下调大声一些，然后再放慢少少那个歌曲的速度给大家听听吧。有人就说那个是低音吉他的声音，大家觉得呢？第八，罗志祥我不会唱歌。在 MV 的1分32秒里面有出现一个类似好像是嘿嘿嘿嘿的尖笑，而且是其实是非常明显的，大家来听听这一段声音吧。大家记得戴上耳机才能听到的。那我试下再调大声一些，然后放慢那个歌曲的速度，大家试下听到吗？那有人就说是大提琴的声音，那大家觉得呢？第七， Wildland 的同名歌曲 Wildland， 这一对来自澳洲的乐队在荒废的大楼附近拍摄这个 MV 的时候，后面拍摄到一个类似透明的鬼影，而且还是很明显的，在 MV 的2分33秒的后面，大家请看看这一幕吧。大家看到吗？好，现在我试下放慢那个影片，然后放大给你们看看吧。有看到吗？难道又是工作人员？第六， Miss A Only You，
韩文我不知道怎样读啊呢。在 MV 的中间的片段里面，在音乐的背景后面，类似好像有男人的惨叫声，而且这个所谓的惨叫声还出现过几次。那大家来听听，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个是音效吧，类似好像是那种背景和音那种感觉，而且这个在后半段的话还有出现过的，大家请听听这一幕吧。所以应该不是什么灵异事件吧，但是如果 Miss A 对着你唱 Only You， 你会不惨叫？第五，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。那这是梁静茹早期的作品，在 MV 开始的21秒里面，在梁静茹要上火车的时候，在右手边的话会出现一个类似好像没有脚的男人，大家请看看这一幕吧。那由于画面不是很高清，不过是看得到有个男人在那边啊，我们试下放大那个画面来看看吧。难道是路人甲或者又是工作人员？第四 ，SSG 中国话 MV 的1分钟36秒里面，在 Ella 和 Hebe 中间有出现一个类似好像人头的东西，大家请看看这一幕吧。好像是那个竹林青色的那个背景错觉吧，我觉得。我试下放大那个影片，然后放慢速度给大家看看吧。第三 ，AKB48， 十年樱，在 MV 的3分10秒里面，在背后看到好像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生，让我们看看这一幕吧。那现在我们来放慢速度，再放大来给大家看看吧。看起来像是走廊啦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耶。第二，光良阿比安吉 See You Again。 那这个 MV 里面呢就没有什么的灵异事件了，但是光良在拍摄这个 MV 的途中类似好像发生灵异事件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些画面吧。哇，光良真的是蛮冷静一下，冷静哥。第一 ，Girlfriend Fingertip， 在 MV 的3分26秒里面，在那棵树的后面藏着好像一个长发的女生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画面吧。现在让我们放大还有放慢那个速度，让大家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。我真的是看不清楚了，你们觉得呢？那大家看着我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是否是一个人关了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看呢？而且是戴上耳机听到的时候，你背后是否凉了一下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看，在这个夏天里面让你的朋友背后凉一凉吧。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奇异世界影片，欢迎你订阅 Hand Hand TV， 顺便按这个小铃铛，如果有影片更新的时候，你会第一个时间收到通知的。好，我们下个奇异世界见，拜拜。